大家好，给大家介绍一下瑞正的黑金刚。现在咱配钥匙，这是咱经常用锁匠会用到的锁具爆棉，这个在市场上量非常大。这是一个新锁，咱直接把它的钥匙拉出来，配置一个十字的钥匙。黑金刚的刀具，人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，切出来钥匙几乎都不用修边，正确率是100%。你看，仔细看，你看切出来这东西，几乎是一次性都到位了。而且是非常，几乎是没有毛边的啊，几乎是没有毛边的。这是铁钥匙。这真的是小铁如泥，仔细看，还给个镜头看一下啊，看，你看这个奏道，哎呀，真舒服，一遍就搞定了。这是咱一个正常锁匠的实际操作，每天都这样配钥匙。你说你有这样的道具，咱再做的钥匙也不担心。什么反锈率的，什么不好看的，你像以前用别的刀具啊，它不能说别人好与坏，反正都是刮出来的铁钥匙，毛刺非常大，要用钢锯圈或者其他把那个弄掉以后才能。你看现在看，自己看这个刀，这刀，哎呀，看，真是小铁如泥。它现在弄完以后，咱都不要去刮任何毛刺。这个刀现在已经配了100多个切割丝，就这效果，咱现在试一下。不要离镜头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就要到了哈！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好不好？大家说了算啊！好，谢谢瑞正公司，给锁匠弄了好产品，锁匠再也不担心配钥匙了。